是的家人们扣个一，不是家人们扣个二，你不要说，不是家人们扣个二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前两个星期是不是脑子有点，这个有点昏掉了，对吧？我好像是，看叔叔阿姨们怎么说，好像是应该扩大一下自己的这个交友圈，然后才发现其实外面其实优秀的男孩子还是有很多的。家人们，咱们扣二，咱们不能乱起哄，真的不能乱起哄。是的，家人们扣个一。扣二扣二，对，你看家人们说了这个，你看二比较多，人家都说不用的。你看那是个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扣二，家人们，窄一点，交际圈窄一点，多好，简单是吧？太乱了，天天应酬累，你身体不好。不用应酬，哎，应付也不好，那应付那么多狼不好。你怎么知道人家都是狼啊？都是他们都是狼，就除了他，别人都是坏人，就他是好人。是的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就是就像那个吃饭一样，一个人吃饭他就不香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没有，我一个人，有人跟大宝抢饭吃，哎，那饭可香了。不要，我从小我就点抢饭吃，现在长大了不想抢饭吃了。从小没饭吃，长大了还要跟人家抢饭吃，多可怜啊！哎，真的，从小要跟弟弟妹妹抢饭吃，哎，又不能抢，还得让着，是吧？然后现在好不容易这么大了，还要抢饭吃，这次这话怎么接啊，家人们？所以家人们就咱们还就不要抢饭吃了，单独吃我觉得比较香。嗯。但我看之前那个你自己吃饭好像不太香哦。香，香得很。不香。真香。这个自从有人跟大宝抢饭吃之后，这个饭就变得很香了。没有，你的误解了，这是误解了。我那是怎么说呢？咋说呢？这个在咋说？我那是认知提高了，然后醒悟了。所以说要多找几个人陪你吃饭，你的认知慢慢就会提高更快。不用了，有你在，我的已经很快，有你在就行了，不用别的，就有你帮我，别人的能力不如你，有你帮我就好了，有你帮我提高就好。就人一旦感到不安全的时候，有危机感的时候吧，这个智商就明显翻倍的提高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我以前智商很低吗？还行吧，这么勉强。但是好像人到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吧，就是会突然这个智商就变180了。就大宝这两天就处于这种超亢奋的状态，就是下次他不努力的时候，然后不乖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整点危机感，他估计这个。不是，应该那天蚊子带有什么东西把我给咬醒，应该是蚊子。那天蚊子真多，咬了好几个包，应该是蚊子咬好。蚊子咬好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可能？真的感觉是蚊子咬好。哎呦，笑死了，大宝太可爱了。蚊子帮我治好了。对，然后那你就是确定过来要做我助理喽？确定。但是我想老板，我想尽快可以转正，然后可以尽快上任保姆的岗位。你先把助理的事情就是确定，因为你自己公司那边还没有解决好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就尽量卖掉吧。员工呢？员工先欠着呗，现在得卖掉才有米给员工了。没事，这个我自己会弄的。我自己会去。先把工作搞好吧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也希望能帮大宝去渡过难关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员工。
你不用吵醒这些，你不要管，你现在就是开开心心的就行了，其他事情你不要管。嗯，行行啊，就开开心心就好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啥事啊？你想跟我商量啥事啊？家人们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，就是，我其实想跟他商量一下，就是把他茶叶要不就出掉，就是亏一点就亏一点，然后我们给他出掉，你们觉得呢？收购，我暂时不想去做他这个，不想去做他这个茶叶，家人们，因为我可以在大宝现在做很多事情，然后，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大宝的，我要听听大宝的意见，就是因为之前就是，我有便宜去出这个茶叶，然后大宝他就不开心嘛，那不行，那太多了，不是也不是说。实在太多，那肯定没事。我这个我会，你可以给我拿主意，然后我去行动。反正以后遇到什么事，我都想跟你商量。因为我今天就是看到你这个工作状态，我就觉得什么事我们可以商量，好吧？这样吧，就是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啊，家人们，就是他那茶叶嘞。说实话，我觉得，放在线下来说挺优惠的，但是如果要是放在线上，我们想快速的帮他出手的话，确实得贴一点，家人们能理解吗？贴太多。你是不是我助理？好。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线下跟线上它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想快速的去把它出掉的话，那我们就一定是得贴一点，不像线下无所谓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走，对不对？这个样子，听我的，好，那就听我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听我的，然后，那我今天我也不瞒他，好不好？就是之前我们贴二百的那个茶叶，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贴二百去上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好，我不是跟你商量的，我是通知你的。不是，你去给我找个链接去，好不好？去吧，我是来通知你的助理，干活去。你看这个死出，这又舍不得他茶叶了。你要不要来做我助理了？要不你回去卖茶叶去吧。不是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慢慢你自己再。我给不了你时间了，要不你明天被开除了。对，他舍不得，你知道吗？他舍不得太多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我来气了，我生气了，我已经。不是我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加起来得多少？那个加起来300多。哎呀，你完没完了？干不干了？399。你闭嘴。哎呀，我真的我胸口好难受呀！不是，快去拿去！你先喝口水好不好？我喝水治不了啊！你喝。哎呀，快点的！我不是跟你说了？哎呀，快点的！真的？嗯。哎呀，家人们，你看这能做点啥事儿啊？我的个天哪！那抱着他那茶一天能过夜吗？说就这个破茶叶的事儿，我们说了2个月了，气不气人？你们看他那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了。我去贴一点，因为线上跟线下它不一样，家人们。然后，而且咱们之前都是贴的，我现在不贴，我怎么帮他清掉？还有一些能够去给公司发福利的那些品，然后那种我都去给那个就是我们公司什么这些去安排。糖宝茶没有问题的，糖宝茶我有办法销售的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那些的
然后都会去买一些是大宝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，你知道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他想那我不用补200块钱，我自己每天今天卖2块明天卖2块，我3个月肯定会卖完的。但是大宝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，就是3个月时间成本是不是米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就是时间是最宝贵的，我们要省出时间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大宝就觉得反正我399，我1天2块1天2块，我100天我也能卖完，但是我要是一个效率，对吧？我们看起来我们是好像是没有赚米，但是我们剩下的99天我们可以去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，懂吗？不懂。不懂，他还不懂，所以说你得从助理做起，知道吧？你先给我挂一个，你先给我挂一个链接，然后，家人们，我去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，这个就是大宝的宝贝。我是拿这个，我先拿这个给大家看，我给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个是大宝的宝贝啊。这是他的宝贝疙瘩。等一下，我上一下。然后，这个是2斤。等一下，我上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不能讲，没有车不能讲。对，不再不听话开除他了。学习一下怎么搞，好不好？对，家人们可能之前有去那个，你现在库存里还有多少？就是你整个公司里面现在还有多少？你告诉我。这个家人们放心，我绝对给你们炸。几百吧，几百个吧，三四百个。家人们，咱们今天给它消化掉，好不好？支持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想办法把它给解决掉，明天就别去了，拿着销售出来的这个迷你，然后去给你的员工发一发工资。先不要拍，家人们不要拍，好不好？现在不要拍，你听我讲，让大宝拿着今天销售出去的这个不是迷你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那个成本都得多少钱啊？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有没有助理打断老板说话呢？好，你说。好，我先说。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拿着今天这个迷你，第一把货清了，二把员工的这些工资什么要结清，然后关门好好过来做助理。然后以后呢，接下来你跟我一起下面的事儿我们就下面再说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一，大家不要买399，家人们，确实大宝这个东西大概成本要花到380左右，加上运费可能要399，但是我会补，好不好？我补200，我补一个200的券给大家，然后199，因为之前给大家去做过，但是当时糖糖还给大家送了一个盒子。家人们，我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第一是糖糖还补一个盒子给大家，第二是咱不要盒子了，不要盒子。我再把价格打低一点，同意要盒子咱们扣一，然后不要盒子的扣二，好不好？我全听家人们的，你不要说话。之前那个盒子不是赞助的吗？好，咱们不要盒子，好不好？行，我看到了都扣二，那咱就不要盒子了，那咱们就那个补到位，好不好？你把价格改到。再加个50的券吧。再加一张50的券，不行，250了不好听哦。是吗？不行，这样好像250不太好听。家人们，那我就那样，你找一个吉利点数字，1158，我要吗？可以，来吧，你把券加上，然后改一个158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快，你先改。确定要我这样子？哎呀妈呀，你这钱我来补就是了，你快点的。你不要说话啊，你现在是助理啊，你现在多说一句话你就会被开除啊。来，家人们帮我打下正能量。
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我把卷给大家加上，给你们改个腰吧，因为我再给你上50卷250，确实不好听，确实不好听。家人们，我这么去说，这一块你拿回去，这是一个2斤的